下一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去玩吧，姥姥要去干活了，去吧。哎，一个比一个丑，丑八怪。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。哦，它笑了。你会不会咬到我？不会啊。那我相信你了。哎，你真好，你真的不会。你怎么不能咬到我？哎呦呦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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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好，坐。来，来，让我打一巴掌。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所谓贪婪快乐，只叫在天里，在今天贪婪累了，都在睡过旁边风给天堂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？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站着歌，是在乐。